难道当兵就一定要个子高吗？个子高了还容易被瞄准。小同志，当兵很苦的，训练不拼命，打仗就丢命。快，王继国，脖子什么的往前拔。敢说自己不怕？王继国，说你呢，快点。不怕疼吗？如果美国鬼子来了，我的世世代代都要挨饿受苦。我怕的是这个。咱们国家之前受了那么多苦，终于解放，现在敌人又打到家门口了。你们敢不敢直面挑战？敢！